奶奶，奶奶！哎呦，来了来了！哇哦，你们都到了吗？来来来，赶快坐好，我们呢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告诉你一个大秘密，水果冰淇淋喜欢你，美丽故事在这里，唱哒哒哒在一起。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，开开心心又甜蜜，水果冰淇淋真有趣，水果冰淇淋。华璐画了一张图给我和琪琪看，就是这个黑帽子坏了。嗯，它看起来好恐怖哦。对啊，我在梦里面一直跑一直跑，还一直喊着救命啊救命啊。琪琪啊，那是瓦洛的梦啊，你也怕呀？因为真的很可怕嘛。哦，是是是，蛮可怕的啊。不过那是梦，都不是真的。嗯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哦。嗯，奶奶，你有做过噩梦吗？嗯，噩梦？哦，有哦，我也做过噩梦哦。我记得我做过一个梦，在梦里啊，我在一个很脏很脏的房间里面一直打扫一直打扫，都不能够停下来。啊，好可怕的梦哦。那你一定很累。哦，还有更可怕的一个梦哦。在那个梦里面啊，我要讲笑话给怪兽听，让他笑，如果他不笑的话，他就会把我吃掉。比我的梦还可怕耶。奶奶，这样就能让怪兽笑咯。还有还有，我是弹簧琪琪，今天要来讲笑话。有琪琪来帮忙啊，才能够逗娃露笑啊。我们呢也来看一个好玩的东西，水果水果冰淇淋冰淇淋，加上三声大笑，哈哈哈。猜猜看这是什么？太厉害了啊！哇，哦，这噩梦里面的黑帽子坏人呢，已经被瓦璐粉碎了。嗯，还不止这样啊！现在我们就要拿出赶走噩梦的宝物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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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终结噩梦宝贝袋。好，现在啊，好要把这个已经被粉碎的黑帽子坏人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把它放到宝贝袋里面，哎呦，哦，他还想逃走啊，呜呜呜呜呜呜，放进去了，
还不只是这样，我现在要赶快绑起来。好，他这样子啊，就逃不出来了，永远都没有噩梦了，耶！真的有用吗？啊？应该有用吧？应该有用吧？华路，换你了。玲玲，你吓到瓦路了啦！哥哥，我的帽子好看吗？瓦路不喜欢你的帽子啦，快点拿走啦！奶奶一定很喜欢我的帽子。你这一顶黑帽子很漂亮啊。对呀，可是瓦路不喜欢。那是因为他昨天梦见了一个黑帽子坏人要抓他，所以他才不喜欢你的黑帽子咯。啊，真可惜，我的帽子有魔法的哦。真的哦？你帽子有什么样的魔法啊？他很聪明，马上就可以猜出来。奶奶要讲故事给我们听。哇，好厉害哦，这么厉害，知道我要说一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机器人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故事机器人来了。哇，转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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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一个好听的故事。嘿，这儿住的是快乐的一家人，有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，还有小弟。请问快乐的一家人今天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呢？妈妈的快乐是为大家准备香喷喷的面包。爸爸的快乐是为大家做一个秋千。那你们的快乐是什么？真好，他们今天帮助了小蚂蚁一家人，真的好快乐啊！你们呢？今天快乐吗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看不到，好想长高了。
进不去，好小变小喽。随意变装机，只要一个按钮，让你随时变大变小，爱怎么变就怎么变。好清楚哦。You got it。看电视的三个步骤：第一，在电视机前面找一个舒服的位置，记得哦，不能太近，也不用太远。第二，要选择最适合小朋友看的好节目。第三，电视机的声音不要太大声，刚刚好就好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个步骤，大家都会了吗？有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哦哦，你画到书包了。不用怕，我用的是魔法彩色笔。魔法彩色笔给你神奇的效果，只要一句咒语，图画马上消失。呜啦啦，蹦！哇，你画的图也不见了。我第五格了。水果冰淇淋。琪琪，我不想在这里玩积木了。哦。不然我们去小怪兽船长那里坐船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嗯。小怪兽船长。好像不在耶。琪琪琪琪，你看。小怪兽船长在城堡舞台。嘿，什么都不怕的大力侠来了，看我的厉害！嘿，怪兽消失了。哇，好酷哦！能不能借瓦路当一下大力侠？好吧，只能借一下下哦。嘿，哈哈。大力侠来了，看我的厉害！哈哈哈哈！我是大力侠！我看到了，哇！瓦路打倒妖怪怪兽了啊！对呀、啊，我是什么都不怕的大力侠。帽子。美女狗，快把帽子还给我！大力侠，我不喜欢黑帽子嘛。看样子啊。我还要想别的办法才可以了。哟，哇哦，亮亮来了啊啊！一看到可爱的亮亮，就知道他要带我们去找美人鱼啊。有烦恼，我的烦恼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觉得我不太开心。谢谢你为我弹琴，可是我还是不太开心。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表演我应该穿哪一件好。你觉得这一件好哦？贵哦。可是我怕穿起来太夸张耶。可是这一件看起来好像又太简单了。都不要穿。不行啦，那我怎么表演啊？
贵喽！哦，对了对了，贵喽对喽！买新的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那要花好多钱呢。贵喽！你看吧，真的很烦恼吧？哦，哎呦的对喽！先别想了，先来听歌吧。听歌，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最重要的是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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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今夜最重要的是在海上游泳，小花最重要的是长在草地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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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娃娃最重要的是是渐渐的长大，妈妈最重要的是是不停的爱你，很多很多的人完成很多很多重要的事，小狗警察，狮子农夫，大象消防员，谢谢你，卫生友善，无足不食，小猪厨师，大家一起说 thank you。你是一个小小孩，只要你会做喜欢做，别人高兴了你也高兴了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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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瓦路。啊，玲玲又来了。玲玲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走来走去啊？我刚刚忘了拿玩具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，拜拜。奇怪的哥哥。瓦路好了。琪琪，我回家好了啦。等一下啦，我们先去找奶奶。奶奶，你想到帮瓦路的方法没？有啊，就在这里面啊。做饼干。不懂哎。等我做出来，你们就懂了。你们一定也很好奇我要用什么方法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先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哇哦，飞宝家族好开心，因为滴答兔今天来家里做客。以后，滴答兔想回家。不可以回去！哈哈，看我的！救我！飞宝大冒险！滴答兔，我来救你了耶！顶一关，彩色园丁。种花种花，要种对五盆花才可以过关，很难呢。要看清楚哦，花跟花盆要一样哦，小心被吃掉哦。没有被吃掉哦，棒。没有被吃掉。两盆答对了，第三盆爱心花又答对。这盆对吗？转转花，转转花盆，又答对。最后把它放上去，种好花了，你是种花高手。第二关，摇摆天平。小心小心，要找出正确的物品
摇摆天平有两题，第一题三个什么？一个，两个，是三个苹果吗？赶快看一看，平不平？哎，哦哦，答对第一题，好好，不要紧张了，看第二题，两个什么？两个什么？冰淇淋，再一个冰淇淋，两个冰淇淋，还有两个什么？蛋糕，一个蛋糕，两个蛋糕，答对了吗？看一看，摇摆天平，平啊，耶！赶快到第三关来救我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赶快把东西收拾好才能过关。嘿嘿，我猜你一定来不及。先看清楚房间里的东西哦。开始整理房间喽。枕头放在这，还有什么地方不对了？哎，衣服怎么乱丢呢？把它挂好。哦，这挂这里。熊宝宝的衣服放这里。还有呢，花瓶应该是放在这里。哦，杯子要换过来，是在原来花瓶的地方。哦，对吗？看看，耶，彩虹门打开了，你通过三关了，你就是聪明又勇敢的小勇士。耶，太厉害了。谢谢小朋友，我自由了。哦，不要不要玩！再见再见，我明天再来玩。哇，好香哦！奶奶，你在烤饼干吗？哎，答对了啊！你闻出来了，再五分钟就可以吃了。耶，吃饼干，吃饼干。哎，李宁啊，我记得你说你那个黑帽子是有魔法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那我想请你这个帽子帮我做点事情。那我得先问问他咯。嗯，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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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说什么？嗯，帽子的话啊，黑帽子说可以帮奶奶的忙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跟帽子说还是跟你说啊？嗯，哦，好，我要跟你说的是啊，嗯，我要去。美女狗在，好，等会美女狗在问你们。你们看，哇，好棒哦！华洛，这是黑帽子饼干哦。嗯，好多黑帽子哦。华洛，华洛，赶快把它们吃掉，这样你就不怕了。哇哦，琪琪真聪明。对，来，一人一块。可恶的黑帽子！嗯，我要吃掉你。好了，开动了。啊！嘿，帽子，你不要跑！嘿，我的帽子，还我！嗯，黑帽子不要跑。嗯，黑帽子，拜拜，我以后不会再怕你了哦。太好了，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瓦路说他做了一个噩梦，在梦里面呢，有一个黑帽子坏人一直追着他。我和那琪琪呢，准备了终结噩梦宝贝袋，都没有用。小怪兽船长呢，让瓦路当大力侠，也没有用。最后呢，我想到了黑帽子饼干，再加上李宁的超级演出，终于让瓦路又变得开心了。奶奶。我想叫小怪兽团长一起来吃黑帽子饼干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差点忘了，赶快请他来。嗯，等我，我也要去。小心啊。玲玲，玲玲，可以出来了。美女狗，不要跑。奶奶，你快。
会来帮我啦？美女狗都不把帽子还给我，美女狗。哎呦，看样子啊，我要去帮李明的忙了啊。不过在去帮李明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做过噩梦或者是做过美梦的朋友说什么呢？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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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